南宋灭亡。南宋和蒙古夹击灭亡金国以后，没过多少年，蒙古就南下进攻南宋。公元1259年，蒙古的蒙哥汗在钓鱼城被南宋打败，受伤而死，他的弟弟忽必烈继承了汗位。公元1271年，忽必烈把都城迁到燕京，建国号为元，他就是元朝的开国皇帝元世祖。忽必烈先后击败了蒙古贵族中的反对派，巩固了在北方的统治地位，然后派大军南下，打算消灭南宋。元军围困汉水上游的襄阳樊城达5年之久，最后樊城被攻破，襄阳的守将投降了元军。襄樊失陷，南宋朝廷十分震惊。不久，宋度宗病死，年仅4岁的宋恭宗即位。元朝乘机派出20万大军，由左丞相百颜统领，分兵两路攻打南宋首都临安。元军迫近临安的时候，宋恭宗的祖母太皇太后发布诏书，命令各地起兵救驾。可是只有文天祥和张世杰等少数几个人应召前来。文天祥带兵到临安救驾，南宋朝廷的右丞相陈宜中正在主持求和。谢太后表示，南宋皇帝可以向元朝皇帝称侄或称侄孙。元朝丞相伯颜不答应，谢太后又表示愿意奉表称臣，伯颜这才同意进一步商议。陈宜中代替皇帝起草了降表，连同皇帝的大印一起送给元军。伯颜要陈宜中亲自去商议投降的事情，陈宜中害怕，连夜逃往温州。谢太后见陈宜中逃走，只好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派他去元军兵营议和。文天祥到了元营，坚持双方要平等谈判，不肯屈服，结果被伯颜扣留押解去北方。公元1276年3月，伯颜带兵进入临安，俘虏了谢太后、宋恭宗及百官，南宋王朝民存实亡。临安城攻破之前，宋恭宗的两个义母哥哥，9岁的赵氏和6岁的赵昺，有大臣陆秀夫、张世杰等人护送到了福州。宋恭宗被俘后，他们拥立赵氏做了皇帝，建立起流亡的小朝廷。赵氏后来被称为宋端宗。南宋的都城临安被攻破以后，大将李廷芝、江才坚守扬州，陆秀夫、张世杰在广东沿海一带继续抗击元军，企图保住南宋的天下。元军强迫谢太后和宋恭宗命令李廷芝和江才开城投降。李廷芝回答说，我们只知道奉命守城，从来没听说过奉命投降的，坚定地拒绝了元军的招降。宋端宗赵氏派人叫来李廷芝和江才带兵南下去保卫福州。李廷芝和江才带着队伍走到泰州的时候，被元军包围了。不久泰州被攻破，李廷芝和江才被俘后英勇牺牲。陆秀夫、张世杰见元军步步逼近福州，就护卫着宋端宗逃到一条海船上，沿着海岸往南漂流到了广东。
在皇宫里娇生惯养长大的宋端宗，哪过得了这种艰苦的流亡生活呀？第二年，就病死在广东雷州湾中的一个小岛刚州。陆秀夫和张世杰等又拥戴赵昺做了皇帝，继续打着宋朝的旗号坚持抗元斗争。赵昺即位做了皇帝之后，任命陆秀夫为左丞相，张世杰为枢密副使，就是最高的军事指挥官。不久，元军从江西南下到了广东。张世杰和陆秀夫认为刚州是个小岛，不可久住，就护卫着赵昺到了新会的崖山。陆秀夫负责派人到海南岛征集粮草，组织民工修筑防御工事，还利用闲暇时间教年仅8岁的小皇帝赵昺读书。张世杰负责招兵买马，训练军队，他们准备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以便等待时机恢复宋朝。元朝大将张弘范率领军队到达崖山附近，派兵封锁海口，切断了宋军砍柴汲水的道路。宋军士兵吃水发生了困难，每天吃干粮，口渴难忍，喝了海水之后上吐下泻，许多人病倒了。张世杰率领部分士兵去攻打新会等地，想要夺回海口，但是跟元军大战几天都没能取胜。公元1279年2月，张弘范趁宋军疲惫不堪的时候猛攻崖山，张世杰和陆秀夫等保护着赵昺幼弟和宋端宗的母亲杨太妃等乘船撤退。元军派船来追赶，宋军的船队被冲散，陆秀夫不愿意被元军活捉，含着眼泪背起赵昺皇帝跳进了茫茫的大海。南宋王朝彻底灭亡了，元朝统一了中国。